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那现在猜猜我在哪里？我在洛杉矶非常著名的景点，这里是威尼斯海滩。今天我是来干嘛的呢？我来旅游。那大家看到了，今天和我一起来旅游的这位伙伴就是 Roy。Roy， 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y。好，那其实我一直梦想要说来海滩，然后看看海，然后吹吹海风，在这里闲逛一下，旅游一下，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事情。那今天呢，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就是非常的开心，真想带着 Roy 马上冲到海里。好 ，Roy， 我们跟这里合个影吧。在我的想象里 ，Roy 一定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冲浪高手。好漂亮，都有好久没有来海边了。上一次来这个地方还是一年之前呢，那个时候 Roy 还没有出生呢。那今年就带着 Roy 一起来了，带你一起来海边。啊，那到了这里 ，Roy， 你跟我都要开心起来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感觉在这里空气都好清新，然后一切都是这么的慢，一切都这么的美好，然后总感觉在 LA 时间都过得特别的舒缓。哇，好多人在冲浪，好酷啊。现在我带着 Roy 在洛杉矶的 Venice Beach， 我们在度假呢。Roy， 今天爸爸带你飞。OK， I'm fine。 今天是第一次带 Roy 来海边，然后带他坐在沙滩上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带他们出来旅游。那我希望以后的日子呢，有很多时间带他们出来旅游，不管我到哪里都能带着他们，然后希望他们的勇气能量能够陪伴着我，然后也希望我能在他们身边照顾好他们，这就是我非常好的希望了。希望我们的 Roy Six 都要健健康康的长大，然后被超级多人喜欢，对不对？路过走过了海边，现在来到了 LA 非常著名的一条艺术大街上。现在带着 Roy Six 来感受一下艺术的气息，带着他逛逛街，然后在这里逛。这街上呢有很多的咖啡厅，还有涂鸦墙，到处都是，还有很多精品的服饰啊什么的店，就还挺美的。哇，有一面涂鸦墙哎 ，Roy 看到了吗？好酷！那我给你也在这里合一张照吧 ，Roy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，Roy。那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你知道前面是哪里吗？你说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看吧。好啦，今天我们来到这条街上，但今天我有冰淇淋吃 ，Roy 你就没有了。啊，好贵！哇，这里有一个翅膀哎，好酷，可以在这里拍照，很酷哦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走吧。Roy， 晒晒太阳，是不是你的魔力，太阳魔力把太阳给召唤出来了？今天印象深刻的是在威尼斯海滩吧，因为很漂亮。因为其实我就住的离威尼斯海滩不远，但我都没有时间去逛。但我觉得去真的是蛮休闲、蛮舒服的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一个大别墅里，头顶气球